做工的人找我、哦，我就啊，好来，快点进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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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梳起油头，穿上牛仔外套，李明顺以络腮胡造型现身，女星甜心则是马尾牛仔宽裤亮相。做工的人电影版不止找回影集原班人马，也加入新卡司。小人变得超毛毛了，我告诉水小呀，明星让光来变老白呀。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勾起连从那个电视剧到现在今天，那我今天看得非常开心，很赞啊！我真的看，我自己觉得啦，表现就是方方面面最完整，是我们演员呢、欸。大赞是演员让电影更完整。天心的李明顺曾经在《亲爱的我爱上别人了》扮演夫妻，十年后再度同台飙戏，饰演火辣律师的天心透露演戏过程很开心。被三个男人这样欣赏，我真觉得他们对啊，你看我们三个人表情就知道了啊，就在我面前，不是我要看，是导演叫我看的。但是说你一定要看看真的，不要看假的。李明顺还被导演亏对戏时眼神醉色一次到位，这次天心在片中展现姣好身材，韩国丈夫只交代这件事。我老是说去拍，但是我就有一个要求，你不要要求摄影师说这里不能拍，那里不能拍。摄影师很凶，他真的跟我讲过，对，那个时候对。哦，你不要折腾，你要自己把身材练好，你不要叫摄影师要配合你。反被丈夫要求勤练身材，这次天心要展现全新面貌的律师李明顺也有信心，蒲龙宫三人组表现能超越影集。娱乐新闻龙少张启元孙小组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